请来全球知名的建筑大师伊东丰雄来台演讲，以自身经验鼓励新一代设计师。今すごくその台湾の若い人たちは、まあ新しい建築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に意欲的だから、まあ僕がアドバイスを与えるまでもなく、もうすごく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。喜欢台湾设计师对建筑的热情，不止为亚洲设计奖亲自颁奖，更用作品说话启发后进。伊东老师，基本上我们在做设计的角度上，一直希望说能够突破当代的观点，能够有一些比较前卫性的想法。也因为有一些这些差异性，有这些努力，才会让整个业界不断的往前推陈出新。设计平台开办的亚洲设计奖，设计师们激发出更多创意，业者以现代、奢华、前卫、休闲多元、商业空间以及灯光设计等不同组别鼓励新锐设计师，也让设计师能从他人的设计中激荡出新的火花。记者黄秀敏台报道。